看来有些人终究还是按捺不住。你说如果有猎物送上门，本王是杀了还是留着慢慢，本就不是你的东西，不看不该看，不去不该去，该是谁的就是谁的。本王已经娶妻，既然敢娶她，就一定有应对措施。别忘了，你是本王的王妃，你最好乖乖的。你知道本王能做些什么？还想和你洗鸳鸯浴呢。你装傻充愣的办事，真的不是等闲之辈。不按常理出牌，本王很是喜欢。都怪本王平时太过宠溺王妃，爱妃昨日感染风寒，不宜在外久留。王妃舟车劳顿，那本王就先带檀儿回去了。檀儿身体不适，本王带她先行告退了。是本王把她宠坏了。戏已散场，那本王来了。